对，我跟你讲，东西在转的时候有两个力，一个是向着圆心的那个叫向心力，还有一个是垂直向心力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力了，威力。急什么急啊，他妈的！差点被撞下去。不要一直撞了，被撞爽了。看到，低能儿被甩出去喽！资讯可以拍那油亮亮的键盘吗？我都有这卫生纸擦手，好不好？什么油亮亮的键盘？我炸鸡都是用卫生纸捏着吃的，没有油的。怎么前两关都是这个菜鸡关呐、啊？菜鸡关都没有难度啊，没意思啊。菜鸡关都没有难度啊，没意思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第二关。我忍一点来好了。这种都不会跳这里的，你知道什么人吗？一定是小学生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小学生没有学过离心力，就是你那个要跳进这个门的时候，你要提早起跳，他有个离心力会把你甩进去。小学生一定不懂什么叫离心力，所以在这一关会被淘汰的就只有小学生。只要国中有毕业的人都知道离心力这个东西，你自然就不会被淘汰了。其实是向心力，离心力只是误传。看，那你肯定高中没毕业啊，高中物理就有教你了。它那个东西在绕的时候，有一个是叫角动量，是那个垂直的，那个才是造成你会往前飞，就斜的飞的原因。因为它的角动量是垂直那个朝着圆心的方向的，怎么可能是向心力？向心力哪会把你往那个方向甩啊？好可怜哦，小学生物理都不学的，物理不学就直接在那边打嘴炮。哎，等一下。不是这里没东西啊！要哎、欸、靠背，哎、欸、完啦！为什么这里没有吹风的？哎、欸、完了完了完了！只有十七个稳要稳着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、屁啦！不要！稳着来！白痴出去咯。哎、欸、被打飞，可怜猪脑袋。不是啊，刚那个是角落啊，没有他妈的旁边没有吹风机啊，差点就往角落跑就去世了。哎，吃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东西在转的时候有两个力，一个是向着圆心的那个叫向心力，还有一个是垂直向心力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力了，威力。哎干！妈的，不要挡路好不好？他只能往前走啊，不然你蛮想往哪里走？哎干！谁撞我啦？完了！
不是，人家在认真观察前面的板子有没有动的时候，不要乱撞，好不好啊？操！啊，先撒个尿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拉屎拉，操！不要撞我啊！操嘞！哎，干啥小啦？过关，完了二十。完了二十除四一对五个完了啊！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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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哎，对吧？吃了对吧？吃了这一关，这个大劫过了，应该就吃了这个分队的大劫过了，应该就是没问题了，稳稳的可以拿下这一场。他干嘛？我以为是麦当劳薯条睡着了、欸。跟他在挂机耶，撞什么啊？妈，糖豆人下去咯，糖豆人出场，可怜。哎，完了，负八，刚是二十，负八十二，完了，还要踢球了。哎，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，十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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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射，不要射，不要！要踢球喽！哇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没玩过这个，哎，这个要怎么玩？在雪中推你的雪球，让它越滚越大。所以这个是没办法软小了，这要砸推。好，你们三个负责推，我去作乱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落后的是二号啊，是这个黄色，那我们就专门作乱黄色的就好。反正只淘汰一队嘛，我们就专门作乱这个黄色队，我们就可以稳定晋级了。这里几个人在干嘛、啊？哎，怎么有一个人已经不见了、啊？他不是四个人吗？嘿、欸、嘿，关在角落。哎，怎么出来了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在帮他们推啊？妈的，卡不住哎、欸！我是不是在帮他们推？拉你。卡你拉你卡你拉你卡你拉你拉拉拉嘿嘿，25%，恭喜淘汰黄色嘿嘿。哎呀，回来！卡你拉你卡你拉你。哦，正中间。我发现左边好像不是，右边好像不是很好玩，每天都会在右边一直被攻击。这次走左边，然后左边的球好像比较少哦，是不是有机会啦？哦，要吃鸡了吗？哎，干他妈的！哎，怎么倒了？我的！哎、欸，他外挂，他怎么跑那么快？哇！他外挂，他跑那么快！
擦啊！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这类似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